Hello，必须狗叫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在吃饭，我在吃饭。吃的饺子，谢谢大家。本来想明天生日再直播的，但是明天戏太多了，然后今天就打算在吃饭的时间直播一会儿。谢谢大家。横店热吗？不热啊，现在就是慢慢变冷了，不是，慢慢变热了。对，但最近还好，最近有在下雨就还好，挺凉快的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吃饺子呢？吃饺子，什么馅儿的饺子？肉馅儿的吧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馅。拍戏累吗？还好还好，但很开心，主要是剧组里就有很多小伙伴，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，大家人都很好，就觉得不累。弹幕好快，多接线哦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期待24岁吗？没什么期待不期待，就是开心就好，开心加油努力就好。相思令打戏多吗？挺多的。特种兵吗？想演，但是等我以后再练壮一点，现在那个手臂受伤了，就等养好了可以去健身。好呀，高考加油，高考加油。没有，不是手臂，是老伤了，手臂是之前受的伤。晚上还有戏吗？有的有的。鼻子对受过伤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开美颜了吗？没有，但是这个自带美颜，好像微博自带美颜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 ，OK。这是不是有很多打戏？对，玄烈挺多打戏的，战损装也会有很多。可以多营业吗？我最近营业很多啊，可以多营业，没问题。眼睛红红的，还好吧？多发点照片。好的。驾照拿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拿到驾照啊。然后你们给我寄的信我都收到了，你们给我的信我都收到了。我会抽时间看的。上综艺吗？有合适的可以去啊，有合适的话可以去。想听我唱歌？不唱了吧。哎呦，不唱了吧。不好不好，不删直播回放，考虑一下吧。别害羞，不害羞啊。好快的弹幕，头套重吗？有的很重，有的还好。明天什么安排？当然是拍戏啊，每天都要拍戏。太瘦了，多吃点。好的。想看傻车？傻车在家呢，不在这里。这是有啥戏？强行叫醒，强制开机。欢喜在这里睡着了，被我强制开机了。晚上还要拍的，眼睛变大了，有可能是这个自动美颜，它会让眼睛变大吧。真的刷得好快，我在认真看弹幕。龙龙喜欢骑马吗？我喜欢骑马呀，我们戏里也有骑马的镜头。什么时候能看到念念相忘？今年就能看到了。拍打戏累吗？挺累的，但是是值得的，如果拍出来很好看的话是值得的。多发。好的，我多发。
很想我，我会多拍戏的，多拍戏给大家看，好吧？发际线好方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我这是头套，整个都是头套。后面有什么计划吗？计划我觉得就是还是我自己自身的计划，还是工作吧，多工作，努力。想看线偶，好的。什么？哦，瑶池在是吧？感谢，感谢老铁，老铁是不是要刷个礼物什么的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刷了不要刷了不要刷了，哦，破费了破费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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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不要停。在剧组开心吗？非常的开心，虽然拍戏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在剧组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然后大家人都很好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哦，感谢鲁，感谢李舒婷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刷了，我开玩笑的，大家不要刷礼物啊，不要刷礼物。哎，这个能关闭吗？微博可以关闭打赏吗？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啊，或者是你们想问什么都可以的。不要刷礼物啦，我看不到弹幕了，不要再刷啦，不要再刷啦，开玩笑的，不要再刷了，真的不要再刷了，不然我看不到弹幕了，真的真的，我真的看不到弹幕了。很累吗？还好，哎，还好，不累。有什么愿望吗？愿望其实每年的愿望都是一样的，比较落地的可能就是拍到喜欢的作品吧，然后今年可能也是想未来努力工作，然后以拍戏为主吧，能接到喜欢的本子，能接到喜欢的角色。对，好的，我会多拍现有的。考虑综艺吗？考虑啊，有合适的就会考虑，但是未来还是以拍戏为主。剧组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？很多很多。直播多久？应该快还有半个小时吧，因为我是在用吃饭的时间直播，因为本来想明天生日的时候再直播的，但是明天一整天都有戏，就改到今天了。然后之前生日也没直播过，今天就想着和大家聊聊天，然后想让你们问我一些问题，然后我来回答。可以脸颊比个爱心吗？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可以吗？相思令什么时候上？不出意外的话会是明年，但是时间上不确定。对，是假发，我戴的是假发。什么时候办见面会啊？我觉得有机会就可以吧，未来看看，找机会吧。嗯，好，考试加油。最近有失眠吗？偶尔偶尔偶尔会。哎，大家不要送礼物，不然我看不到弹幕了。谢谢，很谢谢你们，但是不要送礼物，看不到弹幕。好啊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现在多高了？净身高还是185.5吧，很久没量了，应该就是185，应该就是185。嗯，会顺顺利利的。有几块腹肌？一块腹肌。wink 一下，好的。不太会，可以不？展背？哦，我都细狗了，还展什么背啊？不展，影响我视野。好喜欢全脸的造型，是吗？我也喜欢。我觉得我们剧组都很用心。想要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啊？其实我没有说是一定要拍什么角色，我觉得如果自己喜欢或者是这个人物够立体的话，我都是想尝试的。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？最近其实和大家一起在片场，因为大家都年纪相仿，其实都很有趣，因为大家都很好。卡住了，我觉得弹幕停这儿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
对，皮肤有变好，有在状态，有在慢慢变好，但是还是需要更好。哎呀，弹幕好快，真有点看不到。以后多直播，看情况吧，看情况吧。喜欢玄烈吗？喜欢啊，我觉得玄烈很 man， 很能打。下部戏会是现代戏吗？现在还不确定呢，因为还没有确定的事情。最近有在听什么歌？有在听《念念不忘》这首歌。未来主要会拍什么戏？看吧，看情况吧，看哪个适合自己。有旅行计划吗？其实很想旅行，但是可能后面还是打算以拍戏为主。请无缝接走。好的，我努力，我努力。分享一部电影，《心灵奇旅》，我喜欢，很久之前看的一个《心灵奇旅》。睫毛好长，谢谢。我的化妆师还帮我每天梳睫毛。要开开心心的，好的，你们也要开开心心的。记得吃蛋糕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喜欢袁颂，嘻嘻，我也喜欢。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刚才吃了一点。生日微博什么时候发？明天发呀，明天发。明天是明天发吧？应该是明天发。喜欢凌霄，嗯，我也喜欢凌霄，很真情实感。少熬夜，好的。宋宋发际线有没有后移？说实话，有一点，确实，这个确实有一点。有景哥有，当然有联系啊。确实是会对发际线不太友好。眼睛好好看，必须的。多发 live 图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这个弹幕有点太快了。几点睡觉啊？几点睡觉看情况。演个警察，好的，未来我觉得一定会有机会的。演个医生，不是演过医生吗？虽然是牙医，骑马厉害吗？不太厉害，说实话不太厉害，因为没有怎么学过就直接骑了，没有学过。喜欢喝咖啡还是可乐还是茶？可乐，喜欢喝可乐。哎，我这个卡住了怎么办？没卡，但是我的弹幕停了。修钩，我的弹幕停了怎么办？我拿你们的手机看弹幕吧，我觉得。不然太不方便了。什么时候演大反派啊？有适合的角色就会演。大家不要送礼物，不要送礼物。看不到弹幕的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熬夜多营业。OK， 没问题。会偷偷看粉丝的微博吗？会的。说实话，经常看。考试了要很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在剧组健身吗？没时间健身啊。欢喜，欢喜在我腿上，那睡觉呢。非要强制开机。军人警察 ，OK， 以后我觉得会有机会的。上次的烟花的照片在我的手机里，我快要去拍了。我再抽三个问题吧。相思令虐吗？虐，虐。今天会有夜戏，自行车去哪儿了？在家里呢，在家里。录个起床铃声是吧？起床了，该工作了，快点起床上班，不要再懒惰了。有认真看写的信吗？我会认真看的。我也要上班啦，我还在抽几个问题问大家。
会染发吗？有机会就染啊，有机会就染，如果角色需要的话。想要线下见面会可以吗？找机会当然可以，多练台词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能说晚安吗？晚安。你这几点就睡觉了呀？7点钟。起来时多发自拍 OK 没问题。喜欢面食还是米饭？哎，其实我都喜欢，我很喜欢吃主食。会看私信吗？会看，但我经常搜自己。会看你们，对，会经常看看你们在说什么，偷偷关注着。好的，会好好休息的。抬头挺胸没问题，注意保暖，你们也是要注意保暖。粘这个头发疼吗？收工的时候拆头套的时候会有点痛。不要驼背。好的，不驼背。推荐一下电影《心灵奇旅》。不要受伤。好的，跟大家结束语吧，差不多了。好啦，差不多该结束啦，比个心。好的。